有一个提问，就是关到有人说在家庭中想放更多的恩典，但有些时候就是对方做的不够好，自己祷告还是想发怒，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祷告里面不是想到神的恩典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哎，神啊，我的老公这么不好，你快快改变他啦，帮助他尽责任啊，不要懒惰啊，都是祈求祈求，都是神啊，你快快帮助我，需要需要需要。但恩典的祷告是怎么样了？祝福我们的，我这样尽力在去喜悦的，我的老公虽然有不好的地方啊，求神帮助我想一想他的好的地方，他有尽力的地方，我就欣赏他，欣赏他，他得到鼓励啊，他就会更尽责任。所以我就告诉我是怎么样了，神在陪伴我，神陪与我同在，神祝福我，神加力量给我，所以我可以轻松，可以平安，可以喜乐，神的与我同在的，神加力量给我的，这个就是有恩典的祷告。常常说神在陪伴我，神在帮助我，神在帮助我，神与我同在，